各位同心，我们麻烦请就坐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这节课由我们的参议院张文彦张议长带来演讲，请大家用热烈掌声欢迎，谢谢。一定麦克风。因为看到大家很欢喜，因为有你来参加，咱的成功才有希望。是安怎讲？阮五六年前拼到今嘛，当然。这就大家看家己的叫做姻缘啦。迄阵啊，拄啊有这个姻缘，啊，唔只会来参加。恁大家参加的心情、的想法，有人甲恁讲啊，恁去参加迄，啊会去用掠去。有安尼啊无？我甲大家讲，我迄阵有这个姻缘，啊来参加，因为我若有太太咧。太太一定讲，啊，袂杀你啦。迄阵啊，我参加高雄台湾新会，是李副总统所举办的，都反对个，啊，卖插政治啦。是奇怪，我参加社团啊，讲。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哪会来参加这个叫做革命团体啦，革命团体啦，是毋是这是要革命，要甲流亡政府赶好走，是毋是一较严重？伊无反对呢？伊看看咧呀，问问咧呀，讲这是100%正确的，无问题啦。毋且含我来上课呢，所以这就要甲大家讲，大家有这个认识，有这个福气，恁才会来啦。安尼对唔对？回去到拍拼一下，去叫你的朋友啊，讲好听，好啊，叫因来，赶紧来上课。无火车开去。上尾班的就搭袂到，就坐袂到啦。台北讲搭袂到，吼、哦、啊，这就是爱甲你的好朋友讲，你的后生讲，我后生也拢来上课个咧。啊，这就是大家会使足清楚，因为恁大家来讲啊，我的情形安怎？我也要讲一个给您知道，那个迄、那个课表拢有嘛吼？课表拢我的名嘛吼？你个手机啊、哦，现拍落去看卖，你甲讲张文彦教授，
会去看到我，有诶有我诶照片，啊，有诶着我诶迄个，因为张文艳，你也写张文艳，足济个啦，啊，你爱加两句讲张文艳教授啦，啊，会看到我啦，啊，会内底有足济诶，啊，因为我咧上课吼，那伫研究所咧上课，我甲我诶研究生讲，恁爱关闭电来啦。我见关闭电来是要讲啥物？我讲到遐，恁甲输入进去，讲啊，这个教授讲话会乌白讲啊未？这就是。恁大家今仔日来遮上课，我话甲大家讲，我讲的话是100%正确的，因为我本身是教授。有话讲，教授嘴甲讲啊，全破了了，啊，当有影无影？我用 PowerPoint 给大家看。拢有证据，吼、哦！啊，若要上网，也要上网，你先去上网，搜张文艳教授。啊，佫有一个，若要佫较详细了解我的啊，4-1，人力银行，啊，4-1的人力银行，伊迄叫做。世界啊，迄做华人名人小筑哦，名人小筑啦吼，诶、哦，诶、欸，我脑底下我迄度写较详细，吼、哦，吼、哦，这是4-1吼，吼、哦，迄你甲入去吼、哦，啊，这就是要甲大家讲。要好，甲大家讲，恁我直接讲，有诶讲查无我到底是虾米人？我敢乌白讲诶，啊，实际上是安尼，啊，我会敢来遮，啊，若早都聊聊了啊，等你，是毋是安尼？因为大家有这个福气，会去了解讲，这是。100%正确的，当然，我的学生我出错的呀，搁一个年龄我比较较侪岁，还是我的学生啊，我去甲讲啊，伊讲老师啊，政治是摕拳头母的呢，比拳头母大细粒的呢。啊，咱敢有枪，敢有刀，啊，你哪有法度伊？伊安尼甲我讲啊，我甲问讲，美国高等法院的判决，你要相信无？恁大家思考，来遮是毋是拢了解啊？咱去告美国，美国高等法院的判决有5点，大家有清楚啊无？来复习一下好不好？第一是啥物？哎，咱复习一下吼。好，哎，大家去嘿动动脑啦，这个哦就是脑力震荡啦吼。咱来遮谈两讲。第三天了嘛，咱这个是要做结业式嘛，啊，咱就是来做一个总复习嘛，哦。第一就是啥，讲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啦，有啊无？就无国籍啊，所以第一点大家，第二点搁甲咱讲啥？哎，台，好来。
第二个就是讲台湾的政府世界无承认的啦，对不对？啊，第三呢，咱受到这个政治的连接。啊，真正讲到政治连接，有诶唔知影啦，啥无啦？啊，到底是安怎叫做受到政治的连接？较简单，互大家解说，互大家知影。大家有去选去也无？这就是咱甲延长流亡政府的寿命。伊甲世界人上个人国家来讲，遮拢来咧选去，哦，投票率60%、70%，你看，真，伊是正常合法的统治啦。啊，奈美国高等法院安尼讲，因为咱的选举啊，提身份证出来看卖咧，恁大家提恁的身份证出来看卖。恁是什么？中华民国的什么？国民呢？以前我咧读册，甲讲公民才会使去投票的呢。啊，恁去投票什么？啊，恁都要来爱护中华民国个延续嘛？啊，你都唔是伊个公民，啊，你要去甲投票啥？啊，这，咱国防做记号呢？身份证甲变起来看卖咧，后壁有号码个呢？迄拢是暗号呢？迄拢是暗号呢？阿姨，这个唔敢写出来，家己用暗的呢？有啊无？系啊，唔是啦，唔是啦，这个价格面顶车啦。有啊，大家有看到无？有啦，0144 0143，对啊，这啊，天啊，是美国甲咱讲的啊，啊，无咱哪会知？我咧不敢问你。这就是讲，恁咱拢互做记号伫个啦，啊，拢是奴隶啦，干那来交税金啦，啊，伊甲你骗讲，大家来选去哦，啊，所以，啊，美国无讲，我也唔知，这吼，转去去甲。咱遐亲戚朋友讲好清楚。做好啊！我咧讲吼，你若要讲这吼，时间我讲个真久，好，我阁讲一下予你听吼。以前啊，高等考试啊，分什么？哦，你是哦，一个吼。台湾只中国的一省尔呢，啊，因遐过来遐是30几省的人呢，啊，即马按照录取率啊，录取率啦，按照35省比例录取呢，台湾录取一个，啊，因35省啊，三十几省完。
六次三十几个。啊，安尼你清楚无？高等考试啊！啊，我甲你讲，我高等考试我迄个审题呢，高考、普考，我是审题的委员呢。啊，这当然我是专业人士啦。哦，我有证照的吼。啊，我是正白的。所谓正白，就是讲有诶讲红，拢迄个红皮诶吼。因为教授的证书是红的嘛，我们是有一个，阮一个同事安尼讲咧，我是国家教授啦。讲诶啊，这样的国家教授，啊都国家认定的教授啊，唔是学校听诶，拢是有。证书证件的呢，啊，所以要讲给大家知影，这就是这个情形啊。啊，当然我是啥，我三十几岁就提教授啦，啊是好运啦。我安怎讲好运？一个学校内底吼，咱迄阵啊的思想是安怎？我跟你讲，吼，年轻人吼，恁也爱有这个思想，吼，态度足重要，态度啦。咱去学校服务的时，啊，懵懵懂懂嘛，啊，大学毕业啊，系主任介绍啊，咱就去国立学校，啊，去啊那懵懵懂懂，哎，较早因的拢是啥？拢是。那么做代志都要加班对无？伊看我某一方面还不错，学生囡仔就讲要叫我来甲指导啦，我就去甲指导啊，带因出去。迄阵啊拜六下晡才有休困的嘛，阮迄个时阵拜六无休困啊，拜六下晡才有休困了。啊，就带学生囡仔出去外口，游鱼比赛啦，做啥创啥啦，拢无去甲请啥，无去甲请加班费啊。啊，暗时甲学生囡仔练球啊，啊学校带出去比赛，拍员工是。全国捌拍冠军啊！查某的台北市，双料冠军啊！啊，啷安怎？无咧请加班费的呢？咱迄阵啊是讲咱细汉啊，咱也趣味这项运动啊，啊甲指导，啊咱都讲讲啊做啊，唔知影啊无？阮迄个校长是啥？鼎鼎有名的。跟蒋经国的干线，他是庐山管理局的局长。庐山，你知道？庐山，那台北是阳明山呐、啊。中国的啦，嘿啦。中国那边啦，那间江，那个从庐山，那个干线，我，那是啥？伊是不是跟蒋经国交好嘞？啊，来学校拢是啥？哎，拢是江西老表啊！啊，我好运啊，我是本土单人，啊，咱底下无拢无计较嘛。哎，啊，无计较。啊，咱认真做啊，啊，表现也袂歹啊，嗯，到尾来讲，一挂同事拢升啊呢，无假升啦，啊，无升，我就去甲讲，安奈啊，我都我时间都拢到啊，安奈无升，伊讲宿舍好你啦，分一栋啊好你啦，迄阵就是安尼啊。
我甲讲吼，我都有当徛啦，有当有摊大啦，吼、哦，我免啦，希望校长甲提拔一个。人都生啊！啊，我是本土台南人，我无甲讲本土台南人啦。迄阵啊，较无，迄阵都拢叫拢同款的嘛。哦，你讲有机会甲提拔一下，啊，升一下就好啊。我无爱宿舍。好、哦，啊，了后哪里怎样？当然，就是第二年，因为咱遐认真，伊啊歹势，可能都甲咱升起去啊。啊！先去我入门一个送通过，哎、欸，干嘛要先副教授啊？时讲张文燕太年轻了，讲我太年轻，伊个是安怎呢？江苏三年啊，就会使升副教授了。哦，啊，因为咱三年教啊，啊，咱拿来写作啊。哦，啊，发表啊，三年到，伊咧伫市内底咧巡查，讲通过啊，啊伫迄个校内巡查，看看讲啊，张文燕太年轻了啦，啊，毋着好哩，加在我迄个主任吼，加足提拔咧，我所以我拢讲好运啦，就是拄到好个主管吼。伊咧审查的是安怎讲的？年资到了，跟年轻不年轻有什么关系？哎呀，才无话讲，校长才无话讲。啊，当然，伊的后壁山足惊的。迄个叫做伊以前。那个，伊是伊个机要秘书，捌做过内政部长的机要秘书啦。迄、那个去做阮的系主任啦。啊，这个要做，走去做，伊个关系就是徐庆忠啦。大家唔知知无？就是蒋。经过下面当行政院长的时候，他就副院长了，所以伊甲底下咧开审查会议的时咧讲这句啊，讲张文燕年资都到了，因为年资到的有的拢先啊嘛，啊你说他年轻，这个不是年轻的问题嘛？安尼是不是我好运？啊，无我就搁老了呀。所以三十几岁，我就提教授啊。啊，这我是正牌的教授，唔是学校听的教授嘿。教育部拢有字号的呢。好，啊，这讲一个给大家。谢谢啦，谢谢啦。因为那要讲一个给大家知啊。希望少年的人要做代志，一定要态度足重要。我呐无安尼，无咧计较钱，啊，无咧计讲啊，较讲啊，这都唔是我的，啊，我哪会要去做？学校也唔是叫我去做这行啊，你去啊叫啊老师啊，我哪会搁去带球队出去比赛？啊，我搁投入，啊，当然，这里都是啥？咱说呐，咱的兴趣嘛，啊，咱呐无悔嘛，愿意投入嘛，这个就是态度啦。所以每一个少年的拢爱有安尼想讲，你电影里有一句，迄、那个这都是啥？咱呐认真做。别人目睭拢咧看，有机会啊，拢会甲你提拔。好，我阁讲一个，来予大家知。阮都这个
校长做二十几年嘛，退休起来阁换新来校长嘛。啊，新来校长都啊本土台湾人来做校长啦。这个就啥？把权限啊，把伊个宽限啊，放好市里面。伊就讲，即马即个系内底啊，每一个系有法度升一个做讲师，啊，就为做够。我系吼，他有十个做够啦，一个八年的啦，七年的啊，两三个啦，啊有六年的啦。啊，拢伫遐，以前都是拢校长，就咪讲啊，要升就好，都得升。到尾啊，就换新校长，新校长是本土台湾人，伊要授权予下来的去推荐嘛。哎、欸，啊我，当然我迄阵也少年的，哎、啊，遐个做教有诶，甲我差我无几岁咧，啊我啊要安怎处理？我就找迄个八年的啦，应该四年伊就是升啊，伊甲八年也无升去。讲张世雄，你来，咱下里有一个机会，要升一个，从助教内底要升一个讲师，你认为倒一个较好？我问伊啦，伊安怎甲我讲呢？讲由主任决定就好。我讲好，由我决定。好，谢谢你。我去选一个呀、啊，第七年也无，第八年也无，选一个第六年的啦。我讲他对系里面最有贡献，我们系里面要提他，拢也无争议呀、啊。迄八年个，到尾因为甲国家有国家别人吼，到尾无升起来，转去过校长，啊无去过我哩啦。啊，我就是安尼，按照对这个系有贡献的人，我升他，所以这也要甲大家讲，这就是讲。少年人在做代志啊，一定卖考虑讲，因为这个做六年的这个啊，礼拜一到礼拜四，拢去卖市里面做代志。啊，八年迄个啊，逐工有来啦，来一个问一个大油都无看到啦。啊，迄阵啊。你就知影，迄种靠关系啊，有个人根本都无咧甩系主任啊，伊后壁山发侪足惊你啊，伊然后咧惊你，所以公务人员有诶话足歹管啊，就是安尼啊，公家诶事拢即个现象啊，啊，即就是即个情形。我甲咱遮我有少年诶吼，要甲少年诶讲。假亏啊，吃亏啊，就是占便宜。你都学到什么？啊，人家有机会会提拔你。哦，爱有这个观念哈、哦。啊，咱现在咱的同心啊，大家足好的呢，拢来咧奉献呢。迄个秘书长讲过，咧煮饭遐东西。拢是迄个义工的呢，哦，啊，当然，我甲现在也是拢做义工啦，哦，啊，因为即卖年纪较大啊，身体较欠安一丝啊，当时啊，都无一定讲啊，甲叫我去创啥，以前，秘书长讲要啥物所在，甲咱发一声，咱都拢爱甲伊。去台东玉里啦，去花莲啦，去屏东啦，到处追随秘书长。
啊，这就是啥缘分嘛。哦，啊，这也甲大家讲啊，所以讲，因为大家应该有这个缘分啊，来参加咱的啊这个团体，所以咱大家拢有迄个福气。哦啊，咱就爱去把握这个。赶紧的，登去叫你的较好的朋友，较少年的、有专业的，拢来受训。啊，当然你若要阁了解我较侪咧吼，我是仲裁人啦。大家唔知知影虾米叫做仲裁人无？仲裁人有诶讲叫做民间的法官啦。仲裁啊，一个仲啊裁，你话有啊？迄阵啊讲考批讲，甲这个类似小狗讲啊，可以提出仲裁有无？啊，我是其中，伊若要选我，我都我有迄个资格去把他们调整处理这个代志。这仲裁人啊，我那是啥物？审查委员啦、啊，公共工程的审查委员是专家学者的身份啦。哦，啊，这是讲给大家了解的，就讲大家若要认真到这，咱大家来斗拍拼。哦，啊，这才拜托吼、哦。啊，咱已经。讲到这个投票的代志，第三点啊嘛吼，第四点，迄、那个最高法院判决，第四点就是讲，啊，第四点，咱所了解，第三点就是讲，我们还受到这个政治利益嘛，哦啊。第四点就是讲，美国啊、美军啊，还是啊占领台湾呐、啊。哦，啊，当然，啊，我们美国啊，我们是只要去搞鬼啊，行政单位。要协助我们这个是告示人去给各位这个单位啊依法行政，所以他不才来跟我们斗三工啊。安尼了后，不叫台湾民政府的成立，啊，若不是安尼，咋？我看我们这就抄了了啊，安尼大家清楚无？咱后壁咧讲，咧讲迄类啊，咱是照战争法，照旧金山和平条约，吼、哦，啊个国际法是100%，他一定要成立这个。台湾民政府啊，啊，因无咧遵守啊，啊，唔只讲现在是两个政府，一个是流亡政府，一个是台湾民政府。好、哦、啊，这安尼大家清楚啊吼。后来啊，咱准备的吼，咱千万别过来搁讲倒转来，咱的主张啊。咱的主张是什么？咱开信的时候，一个同心直接来念有啊无？想看卖，咱的主张是什么？动动脑，再想一下，我们的主张是什么？无啦，咱迄有。原则讲有三点，甲我讲四点，有无？咱的主张
大家搁动动脑，搁想看卖。我们是依照国际法、战争法，那个下面《旧金山和平条约》哦，我们依照把这个流亡政府把它驱除，有啊无？啊，过来，我们不使用暴力，干啥？武力。啊，过来，他们所举办啊，所举行的，我们不去跟他们合作，不配合。安尼，大家学习一下，搁了解一下。啊，咱即马个，即马这个 PowerPoint 啊，和大家啊，就是要甲大家讲什么？这是咱的宗旨啦。哦，咱的宗旨啦。和平，伊即马来画出来，甲财团安怎讲？伊甲财团讲。我哪爱徛伫人民这边的利益啊？是不是？啊，这是咱的宗旨啊，所以伊要比咱较慢的咧。啊，咱秘书长讲的讲，伊拢有咧看咱的啥册。哦，啊，说不定咱的讲课啊也有咧看。啊，咱的宗旨是啥？哦，为百姓设想。真正咱也无要为第二代来，也无要为第二啊以后的子孙来做奉献，来做改善啊！真正，那要讲话，我还真好过呢。你知啊？我还真好过的，以前我拢两行头路呢。所以讲，应该我也凉凉过啊。那何必讲即马来个遮？因为我一个我真好的朋友啊，我的学长啦。伊讲张教授啊，张教授啊，啊你即马是咧做遐有空无算的？讲我咧创有空无算的啦。我甲讲，我咧做。要予咱的以后的子孙过了较好。人死啊，敢若留一个名尔啦，是毋是安尼？是毋是你对这个社会爱我有奉献？有啦，我迄阵在想讲，啊，我一生活差不多啊吼。敢若迄阵在想讲，写两本啊册吼。写两本啊书啊，摕到图书馆啦。哎，我有做到，我有做到，因为我伫外国，因为原差伫国立学校，啊，到尾走去外国去，啊，到尾又搁南部一间大学甲邀请转来，啊，我拄啊去报道的时，啊，甲迄个同事迄个才来报道尔。我甲招就讲，啊，咱来图书馆找看卖，有看有我的作品无？迄看看的人有我的著作伫遐啦，会感觉咱心情了就轻松。哦，咱迄阵啊啦，迄阵啊，刚才想讲要离开台湾啊咧，台湾无什么希望啊咧。哦，啊，咱搁转来，啊，咱的著作啊伫遐，迄阵啊是讲写一寡著作留伫。留在图书馆，当然我是偏重在生产管理、成本会计这方面的著作哦。啊，那有诶，说不定图书馆里面拢看得到。
好啊，这个大家报告，咱就是啥？咱上重要的是啥？为百姓设想。咱来这打拼，才有意义啦。若要为家己的设想啊，一点啊意义都无。咱要做的代志，拢要予咱的子孙过了较好，这就是咱的目的。吼，安尼大家足清楚啊嘛吼。啊，毋则讲感谢大家啊，有这个心，啊，甲有这个愿意来做这个代志。哦，感谢大家吼。啊，这特别予大家看啥？已经大家一定会了解，拢因头都拢要走路啊嘛，对不？啊，秘书长也讲了，咱过来可能伊都爱收单啊嘛。啊，这是毋是准备要收单？这啥？搬一袋？啊，你去想看卖个？哎，啊，以前拢徛伫总统府遐，爱总统府爱清空给别人啊，那对不对？哦，啊，这不是我咧讲啊，我咧讲，我袂学袂讲，我讲的拢有根据啊。哦，啊，大家去查哦。我过来。这是啥？我细汉的时，拢讲大船入港对无？美国拢载一挂面粉啦、牛奶粉啦，来甲咱援助嘛、救济嘛。咱哦，种欢喜的听着讲大船入港，就是美国的船来咧救济。即嘛讲大船离港。最近最近两三天讲后咧跳船的安尼，有去看到迄个报道无？哦，讲官爷咧跳船安尼，安尼大家唔知清楚咧讲官爷，大家唔知了解未？啊，这就是啥？这就啊我这是为带查出来，这个是这个的报道啦，讲啊，金溥聪伊伫美国驻美国两年呢，啊，邓艾啊，啊甲马英九提出大船离港论，啊，这是什么意思？因两个是足马子的，因两个是足马子的，对吧？啊，足马子的，奈个讲安尼？啊，这足清楚啊！啊，佮最近迄、那个讲一月初，因伫遐咧升旗啊，对吧？伫啊，迄、那个双向人咧升旗啊，吼，迄条线呢？伊就是要甲嗰个骗咱遮个人啦，讲无哦无哦，无要走哦，中华民国要得了，啊，先去啊先去吼，美国去个，我有这个代志发生嘛，啊，这就是讲伊拢咧掩饰遮个啦，吼，啊，伊讲要下一代，要下一代，大家知无？哈？哦，那个做啊福建的吼、哦，啊平潭岛哈、啊，这有影。啊，这个我看，这个给大家看到就好啦。伊拢咧玩阴的啦，伊咧想讲阿爸，伊买台湾，想要用钱来买台湾，啊去见天皇，天皇无要买，习近平去见天皇，天皇无要买，啊伊讲啊，安尼我来。伫联合国啊，
啊来做这个音的吼，啊，伫这个联合国的附件内底，业者讲因有权利来收回这个台湾啦吼，啊，这就是什么情形？伊去甲小朋友讲啊，遐个细国的讲啊，你若投一票，我甲你起一条高速公路，还是甲你起一个高速铁路？啊，遐个细国，台湾甲澎湖甲伊有啥物关系？啊，伊当然会投给你嘛，安尼较紧啦，来去来买遐个细国遐个为联合国动手可能较紧啦。啊，伊因为习近平走的啊。天王遐，天王都讲，啊，阮祖先伊讲要来甲买物件，讲阮祖先从来无咧卖物件，啊，这就是，哦，啊，这样足重要，大家爱知啊，哦，这叫做啥？这讲罕见哦，从来没有过的啦，哦，啊。伊这个助理国务卿就是罗氏，哦，伊讲安怎呢？伊讲美国支持台湾主地啦，有无？啊，这个主地是啥？哦 ，autonomy 就是讲啊，共享，你知道？上面有人的自治啦。所谓下面叫做上面有人。上面有人，我们都是在那里啦，这住在这里的人啊，有啊有啊，这张图有啊，日本天皇啦，这块土地要日本天皇的啦，这样有清楚吗？哦，这块土地要日本天皇的，所以说你要给你住的啦，啊，恁爱向日本天皇去效忠啦！哦，啊，无伊个叫你讲好啊，互恁独立吧，啊，咱唔用独立，啊，独立就甲美国战争啊咧，安尼，这里大家唔太清楚啊。即马有个人一定。问您，都有一个我真出名的台湾大学的教授吼，有一个机会做会啦。啊，伊讲啊，恁民政府，恁要阁行到倒一个部落去，恁以后要阁安怎做？是毋是恁要独立？我讲。无可能啦，因为罗氏都安尼讲啊，实际上你若要独立，就较美国战争。哦，啊，我甲讲，咱后摆要行到像加拿大同款，加拿大甲英国是啥物？因为因个是联邦嘛，哦。啊，咱阿爸行到啥？甲日本变邦联嘛，联邦嘛，在大日本帝国内底嘛，这都足清楚。啊，你唔知大家会清楚未？当然，你问的是独立是袂使的哦。迄个李廷辉，伊阵啊讲要会神呢，会神。就是要变成台湾啊共和国呢，还是台湾国呢？未使哩啊！美国讲未使哩啊！唔只即卖要有台湾省主席呢，大家知影什么人无？新竹市长做两届林郑月娥啦，大家唔知知无？啊，伊即马在做省主席啦。哦，啊，林志泽捌甲我同事过，同事过啦，吼、哦。因为所谓同事，就是讲一间大学
伊伫遐咧做董事，啊，我啊一阵伫遐咧做董事啦，两个是当做董事，啊，这就是甲大家讲者啦。啊，李天辉讲袂使哩，因为伊要废掉美国讲袂使哩啊，啊，到尾伊全无废成，全冻成嘛。佮阿扁也讲，安尼袂使哩，我来申请联合国。創一個共和國，台灣共和國，甲送聯合國去，甲退驚啦，連開都無開啦。伊講啊，無安尼，我來公投，住佇遮的人來公投。美國啊講啊，啊你是麻煩制造者，有啊無？大家有聽到這嘛吼？是安尼叫做麻煩制造者。啊，这都袂使哩，袂使哩！你要去创啥个？啊，你要去参加一个国家最少爱四个条件呢？第一是啥？爱有人民嘛？啊，咱提拢是啥？中华民国个，你敢唔提咱这张身份证？无嘛？好，这第第二，要有土地呢，人民土地，土地在遐呢，那是住在遮的人的呢，住在遮有无？在住在二重桥遮的人的呢？啊，咱有土地无？啊，无啊。啊有，迄不是日本啊，日本天皇哦，哦，爱戴爱记哩吼。那日本就等于日本政府吼，日本天皇。啊，过来，啊。是不是一个国家？哦，一定有这个做，那个做，等于土地啦。哦，咱就讲哦，咱有啊土地，有人民啊，还有国家啊。咱世界无承认的国家嘛，都唔是国家咧。啊，无你有外交权无？啊，外交权也无咧。咱刚签的拢是啥？中华民国跟人签的，甲遐小朋友二十几个小朋友签的，所以那无外交权呐，无台湾共和国跟人家签的嘛，所以拢无嘛。啊，这就是，唔只讲，啊，变是麻烦制造者。好，咱即马安尼综合起来，咱来遮读战争华。有两个铁力，这政策化是安尼啦，一定爱遵守的啦。的规律，第一是啥？有两个迄个，第一就是讲战争不能安啦。战争不能移转主权，因为1945年4月7日，日本天皇就宣布在台湾实施明治宪法，台湾就已经纳进啊跟。大日本帝国里面就是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在台湾选三个参议员去东京开会，五个众议员去东京开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死的，把你放在靖国神社。有啊无？39,100拢徛伫靖国神社。哦啊，这就表示讲，利用战争，台湾也不可能啊，用战争的手段来取得啦，不可能的。这就是我要给大家知影，咱
战争法一个铁律了。哦，过来，流亡政府不能安乱，就地合法。因呐，要想要就地合法，啊，当然不可能，哦，绝对是不可能。啊，这就是大家爱清清楚。因即马出去拢叫做啥？中华台北嘛，伊敢叫台湾？无嘛，拢中华台北嘛。啊，这就是啥？这就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啦，嘿，哦，在啊叫中华台北嘛，哦，所以大家这样就清楚哈、哦。我看这因为时间上的问题哈、哦，我这咱现在过来看到这個，大家上完去，这是啥？全国法规的资料库，上网去看，啊，这就会查到什么？拢这拢是啥？拢是这条例，拢是咧啊，撤销啦，废止啦，这拢咧废止啦。啊，若要翕的，会使翕翕的，等于甲你的亲戚讲。啊，我一张一张足济个啊，拢废除啊啦，吼、哦！啊，咱会使转去上网去看吼、哦，你看遐济啦。哦，啊，咱看一个，啊，有诶要用翕诶，较简单翕一个。啊，我即卖搁要来下一页，吼、哦，一直一直。安尼大家清楚啊，好，过来下一页，一直在绘图啦。啊，翕翕的啊，等伊等豆豆看吼、哦。来，咱要搁换张啊，好好。过来，你看，啊，恁会知影未？一定唔知影嘛。啊，过来，你伫咧会主啦，过来。来，过来！啊，你要走路啊？啊，你中华民国都无去啊？要？哦，啊，这都啊？啊，这就是啥？这个所在啦。伊遮足近的啦。啊，这我迄阵就收集，要开始要讲课的时，拢用这个图啊。啊，大家唔相信啊！哦，啊，这叫做共同经营、共同管理啊！哦，啊，无要紧，咱这来看一个迄、那个新闻报道的，来看新闻报道。好，来好。统战的手法可能又来了、哦、好，现在很多人、哦、都打算去平台
禅岛，为什么是这个岛呢？好，有人说呢，你如果愿意去大陆观光的话，你就可以到这里来。好，我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平潭县跟台湾呢航程是3小时的距离，不算太远。他们现在开始呢就在大举的挖角我们台湾的人才，特别打造了这么一个平潭实验区，里面的管理阶层通通用的是台湾人，它的总规制复制台湾。而且呢据说哦，民调当中有47%的人是愿意当中国官，年薪当然很高了，大概是2-300万元，接近是台湾部长级的薪水了。而且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还传出他们有意思要延揽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去担任整个区里面最高管理的职务，可是亲民党否认了。船身高达4层楼，附设豪华内装，李纳伦正式起航，从台北开往平潭，大陆福建向台湾招手，要找1000人去当官。我去过。你有去过大陆？对，所以那个生活品质太差了，因为那里的环境我不喜欢。如果说他寄出年薪2-300万呢？哦，那可能就会考虑。商品城加紧赶工，大片荒地未来要盖高铁，福建平潭实验区号称两岸共治，找台湾人到大陆当公务员，网络征才职务五花八门，每年可领20万到60万的人民币，最高年薪相当台币300万。他们是号称对于台湾的开放的最后一个经济特区，也最后一个机会，所以本身来讲，平潭整个设计啊，就是针对台湾的工商业来做一个整体企划。拿高薪当诱饵，第一波吸引70多人投履历，最后只取6人，录取率不到10%，全是狠角色。曾经参选市议员、金汉生技负责人杜德宏，现任平潭医院副院长、交通与投资公司副总杨哲安，还有平潭区管委会副主委梁勤龙，都有金融背景，甚至传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在延揽名单。实在是太小看也太侮辱了宋主席了，国民党啊，新党啊，这都是最严重的啊。那甚至于说有了政党，他们的党主席都有在那边设办公室啊。区内特别标示，距离台湾只有68海里，交通薪水双管齐下，试图把台湾人才一网打尽。三立新闻台北综合报道。大家思考这个问题，咱阁看一个影片，而且请问大家的感想安怎？好，来，咱今要过来看这个影片，来。针对中共在福建平潭设立实验区，福建省长抵台大力推销并进行非法招商。今天受害台商在台中发起抗议中共投资诱骗陷阱的大游行，告诉台湾民众，平潭是中共招商引资的又一个火坑。我们今天的透视焦点。黑暗福建，黑暗福建，贪官横行，贪官横行，投资福建，投资福建，死路一条。抗议中共引资伎俩，受害台商周六在台中举办游行，面对中共大力推销平潭实验区，提出各项投资利多。受害台商表示，现在这个平潭说两岸共同设计、共同经营、共同开发，最后共同共享，其实是骗人的，不过是另外一个引军入瓮的新招啊，这个就很摆明的，就是希望把台湾掏空嘛。因为平潭他每次都是画一个大饼，然后设下一个陷阱，然后让我们来到我们这边招商以后，台商一进去以后，他就瓮中捉鳖了，开始宰你们了。现场参与游行的台商也控诉中共黑暗司法，说中国现在的司法根本就是招商引资的诈骗工具。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办这个活动，我们也就是要警告台湾人，中共的这些伎俩呢，我们已经看透了。中共就是这样，每次就是他如果法律赢你的，哎，他就依法办；法律输你了，他就用抢劫霸占。司法在中国大陆啊，简直只是作为他来诈骗的一个工具，这根本就没用。中国的人民，最高人民检察院告诉法务部说，我这个案子不在两岸司法互助范围之内，我把海基会跟海协会签的两岸司法互助拿给他看，这个白纸黑字，赌足罪啊，怎么会没有呢？那法务部说，他们说没有，我也没办法。所以我们的
我们这个法务部好像是他的下属单位，他说没有就没有。受害台商接下来将继续在台南、高雄两地游行，要用血泪教训，揭露中共诱骗投资陷阱。新唐亚太电视邱天喜、赵阳，台湾台中。好，这样咱有看到这个影片了后，咱来分来。是这次啥？美国甲中国讲好。美国要做什么代志啊？拢有一步一步计划，唔是讲想到遐做到遐。早期，伊要叫蒋中正落来时啊，美国，迄阵韩战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啊，伊叫孙立人。甲讲，迄、那个麦克阿帅叫伊去第七舰队，啊，甲讲讲台湾要请孙立人来管理。啊，孙立人去甲蒋中正讲，孙立人家软禁呢。两件，大家唔知怎样一件代志啊？知嘛吼？迄阵啊，美国就甲菲律宾讲，叫因菲律宾挖一个所在啊，和即个流亡政府的高官去住遐去啦。因就咧计划这啦。啊，到尾啊，拄啊，韩战爆发，啊，孙立人过去甲啊蒋中正讲，啊，所以怎啊美国怎啊，佫无去做这件代志。啊，今嘛我呐咧先讲这个案子，予大家知影，就是讲，因为美国有甲中国讲，希望因。我爱把一个所在啊，予因安身立命啦。啊，无有诶，你看，科比遐严，因有诶拄袂调啊，到尾就要走啊。啊，要走哪爱予一个大诶所在，因为伊台湾。迄、那个叫做马英九，甲中国已经签啊，中华民啊，一划就是国，迄、那个中国国民党跟共产党啊，已经和谈了啦。啊，和谈他们都可以回去了啦。啊，回去要回大较好。啊，伊即卖讲美军过去来，个美军管住落了后，啊，因遮个住伫遮个。差不多讲，差不多两三百万人啊，会走啦。爱走要去走一带。啊，中国，伊讲，安来走，干脆安尼啦，这个所在很大啦，好安身立命的所在啦。啊，安尼较袂遐，以后伊那，伊只拢。头七十年受到较自由啊，伊那遮个人要走，有诶走去啊，做啊贵州啦，走诶云南啦，走诶陕西啦，走诶啊做四川啦，走诶蒙古啦，走去啊做啊迄、那个算讲山东啦、辽宁啦，拢走走各所在走诶遐去，做一个改起革命，伊就废去啊咧。是不是安尼？伊那惊呢？因讲哎，遐咧革命，遐革命啊，规片啊，伊遐人要调动啊，都麻烦啊呢。所以讲安尼啦，这个所在上好。恁来恁啊三啊两三百万人来遮，哎，恁啊咧乱我遮，甲炸掉，恁就伫迄个海岛。
到遐，互恁恁拢去遐，倒遐乱就好啊。诶，内底互你乱袂着啊。安尼大家清楚无？所以因只会选这个所在啦。啊，这拢是讲好啊。哦，啊，实际上美国咧做代志，拢先甲因讲。诶，啊，你若唔所在互因，伊来后边甲你走。啊！你头壳都冒咧烧安尼，哎，连咪遐咧遐咧，连咪遐咧，大巧大智巧大智，哦啊！这就是要甲大家讲这个代志吼，啊！这也予大家知影一个，这里就是讲太阳花迄阵呐，啊，因入去啊立法院了后，搁要去讲这个行政院啊，啊，这个辅大的教授。辅仁大学吼，辅仁大学的教授啊，啊美国的，我坐入去啦，坐入要去迄个行政院，哎不，迄个做立啊行政院啦，啊入去行政院，这个行政院，啊入去，拖啊这个开呢，开讲看这份资料啦，哇，真，这个讲话袂歹哦，中文我看有哦。啊！发现到啥？行政院是高级公务人员，高级公务人员都啊在啥？在做啥？造假啦！伊在讲哪讲？你知啊？伊讲哦，请啊每天哦上这个行政院。一点啊，一点通啦、啊，啊，这个大家拢爱点，最少爱点五十届啦。啊，你若无点的啊，伊就会做记号啦。啊，你看啊，这个做一个统计资料，哦，这个人是秘书小时，哦，迄天小时，哦，啊，这个人是小时，啊，所以因无点啊，啊，这就是咧造假嘛。啊！看，咱交税金，伊爱甲咱服务，对人民各方面去关心、去服务、做代志，唔是啊？底下咧啥？造假啦！爱点五十处呢？安尼，看咱交的钱有冤枉啊无？啊，那是拄啊！太阳花的事件，啊，入去行政院，啊，这个，啊，美国也写数入去，伫拖底去看到这個，啊，这是来，咱是来感觉讲，这个流氓政府拢在甲咱骗，黑白做哈，啊，这咱即马在咧介绍讲。海军陆战队那是撤销啊！哦啊，这哦啊，这项就他都话讲过啊吼、哦。咱初级班就是爱了解讲，咱现在是美国安怎占领嘛吼、哦？啊，这是啥？日本天皇所有权嘛？就是日食美战，哦，日食美战，啊，这就是足清楚。哦，咱头拄个讲的吼、哦，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哦，2009年4月7号，本土台湾无国籍，啊，无国籍成立的政府，后来人民生活。这个政治联合啊，台湾那是美军啊占领中，后来美国行政单位应主动要协助本土台湾人，这个本土台湾人就是咱台湾民政府啦。
啊，过来，因为到尾来我那个补贴分的，补贴分要让大家知道是安怎，你知影？因为真济代真济人啊，伊也讲伊是虾米虾米政府，虾米政府啦，啊，我要甲咱。抢地瓜买啦，要挂地瓜吼，挂地瓜买啦。啊，所以讲，咱唯一美国政府啦，唯一支持原告，原告是啥？啊，台湾民政府哦，啊，希望咱台湾人啊不要上当，哦，大家爱，嘿，较巧咧啦，嘿，唔好讲，嘿啦。伊讲伊遐咧发身份证，啊讲300块啊500块啊，吼，啊咱1000块来，啊秘书长讲啊来可咧换西装啦，伊讲，吼，咱提西装，咱即张去甲换因个内裤，吼，类似安尼吼，好大个，哦啊这话实际上是这个。情形啊，吼！即马要甲大家讲吼，做袂使征兵啊啦，系啦，袂使征兵啦，吼！我即马要讲吼，因为咱去甲告。啊！美国国家发表讲，恐怖集团有3个条件。第一个不是国家，咱头拄啊看，流亡政府是不是国家？不是嘛？再来，要有武器。头拄啊武器拢咧删除啊，对不？迄个灰。国会啊，咱讲国会迄拢咧删除啊，对无？吼、哦，所以美国讲啊，你爱车联啊，迄个爱删除车联牌吼，要有武，伊爱有武器，过来就是不能征兵啦、啊，一定要征兵，所以恐怖集团都啊3个条件，啊是不是国家拥有武器？又征兵，啊！唔只个讲，起码不可以征兵啦。伊那个征兵，秘书长讲要搁加固。啊，这就是有个人讲唔知啊，有个人讲啊，这赖清德争取的啦。这次因为迄我伫台南嘛吼，啊有台南较咧做迄水电的吼，啊我有当时会，我若叫伊来咧做，有当时会甲伊沟通嘛。伊甲讲啊，这拢是赖清德去争取的，才免做兵啦。啊，无了解啦吼，好啦，这拢互赖清德去。好。实际上。讲到赖清德吼，我还是感谢他，因为安怎你知道？台南以前常咧饮水呢，有诶所在啊，伊选到了后，伊讲安怎呢？伊讲，伊要甲这个水患吼治理好啦，中央若无补钱啊，伊要去银行借钱。把这个水患处理好势，无偌久吼，我定咧上高速公路吼，遐咧开两个窟窿呢，两个窟窿，我是讲哦，这可能是啊，迄个赖清德咧做吼，唔是啦，伊安怎你知道？迄个中央伊去挂一个布条吼。有一条报道讲，伊这是迄个怎水利署
来做的啦。哦，啊，大家来有要功劳，要抢功劳啦。哦，啊，讲唔是赖清德的，啊，事实上我看到报纸的报道，伊讲中央若无补助啊，伊要去银行借钱出来做，啊，实际上有改善。哦，这就是赖清德的这次选举的遐济人搁投予伊，这就是有这个因素伫咧嘛。啊，如果你咧做代志，一切为人民设想，大家一定支持的嘛，甲柯P同款嘛。哦，这就是予大家我清楚了解者吼，啊这。这就是看这个国旗啊，吼，这啊签一发了后，伊这就是美军的礼拜嘛，哦，爱讲三十年啊，啊，这代。过来。这是啥？伊这么这叫做安邦诶？什么叫做安邦？诶，这钱拢咱出的啦，起起诶，拢因派人来去呢，咱遮拢未使落去呢。伊今日内底去创什么物件伫咧啊？所以拢美国人家己来去啊钱。咱咧买单啦，咱家付付个，哦，啊，这就是去这个啊，比乐山，那新竹个去问一下，就足清楚啊。啊，这那是，这个例，我应该有人讲过啊。这个例就是讲，真正确实。确实，美军啊，十二点以后，无论你什么飞机，那不是美国的飞行器啊，袂得降落，绝对清晨间不能。我若看报纸，我感觉足奇怪。报纸哪会报讲十二点外，讲一台为香港飞过来民航机，佫叫伊佫延迟。开会，哎，我唔知道这个理由呢。哦，我去看到这个，我才知影讲，根本十二点以后是美军的用啦。哦，十二点以后，哦，甲可能甲这六点中间拢美军的用，亲切。啊？迄个时阵是美国白天，啊，就是因为伊安那迄个时阵伊要用的。因为伊是去中东吼，中东飞来遮加油，佮飞佮飞去啊美国还是关岛这方面。啊，这就是证实虾米？这就是证实吼，台湾仍然是伫这个美国。要是这个美国占领中，所以伊要击败，就击败啊！迄阵啊，安怎讲？马英九讲，我们拒绝啊，人家援助，拢拒绝。欸，人回去飞下就击败，你什么拒绝唔拒绝？哦，这证实予大家了解啦，实际上是。这个问题啊，啊，这是啥？海关就是表示啥？主权呢？啊，美国 AIT 家己伫遮咧说啥？海关呢？因遐撤退，拢来住伫遮呢？啊，安尼几排呢？啊？迄阵啊，去立法院咨询的时，
伊讲啊，咱就想讲，咱要来甲处理，人美国讲伊要甲你处理咧。安尼，大家有清楚啊？无清楚讲，咱是毋是啊？美国占领，很明显嘛，啊，这很明显嘛，就明显了啦。啊，你讲唔相信啊？人设一个入关手续应该哩办。伊甲咱遐海关，你着甲放喺边仔去啊！哦啊，这个哪会使翕翕的，互恁朋友去看啊，互伊去了解啊！哦，这就是啥物？这就是。来过来，咱过来，咱起码要来看一个三例吼，来咱这的访问啦，吼，咱感谢三例吼。宣传单、报纸广告，厚厚一叠。权力法案上到处可看到“台湾民政府”五个字。走一趟总部，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嗯、那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会有那个证书。嗯、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参加研习营一次6000元起跳，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每张1000元，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现在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你就拿这一张就可以进去了。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附上姓名、电话、大头贴，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采内阁制，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黄道营，所以才有这个旗子。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各自独立运作。马英九啊，怎么样？生吞活剥台湾人啊，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你告诉我。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谁疯了以后就知道了，不要2年你会看得到。冲着马总统而来，带领台湾人独立，号称不从事募款，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少说几十万起跳，还有自己的停机坪。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外界都睁大眼睛。三立新闻黄玉峰、白乔英桃园采访报道。这就是安怎你听，咱是感谢三立。但是三立放一届都无安尼，迄都唔敢安尼24小时直直放安尼，真正暗到好你家在有去拄啊咧放的时候有去甲扩起来，啊无影真正找无啦，吼、哦、啊即马就是安怎呢？问题吼、哦，伊国甲咱讲咱迄个啊台湾啊那个啊公民啊迄、那个台湾啊政府身份证吼，讲咱迄是自己制造啦。咱迄毋是自己制造，是美国制造。啊，咱即马就是要予大家来看一个讲，咱是晶片啊，美国制造啊，由啊那个华府访，那么啊叫做访问团啊来现身说法，这个影片予大家看一下安尼。吼、哦，咱即马来，一定。弟兄们，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清楚，弟兄们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
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我们就用 ID，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我就跟海关说我这边有 ID， 他也放进去 No problem， 没问题。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我又几个同心说姚夫姚夫过来过来，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那我们去的时候，哎，怎么要去那里？原来又要到国务院。那国务院呢，我们七个人就进去，那只有用 ID 一放进去，好 OK， 我就进去了。这是非常好的见证。这不是高沙组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妖子呢，不是呢，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必须定义灰熊肝胆，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了二，二变成了五，难怪我们高沙就说一二三四也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所以真的搞混了。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不要讲好了，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所以非常千真万确。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多谢各位。那你今晚要够好，大家看。啊，咱的一个同心，为了要证明讲啊，这个看有影是毋是伫国际上啊，伫美国的用力，伊就入去关岛，关岛啊，啊，你看，再甲转一个日观的迄落。啊，你讲这会用啊，袂用哩？啊，都会用哩啊！啊，今晚要过来，好、哦，咱过来要一个吼、哦，咱的做参议员呐、啊，啊，这个叫做黄石娇，哦，伊去美国的现身说法就是这个啦，啊，迄天吼、哦。上一期吼，我有请伊来安尼啦，啊，请伊来，啊，叫伊讲，我来甲咱报告一下，予大家较清楚。哦，啊，咱即马来看这个伊的现身说法。哦，安尼，可能无抓出来的款吼。那是上一期，唔知我多好抓到无？啊，那无我多好抓到，顶我是闭幕，吼、哦！啊，我紧吼，啊，可以伊事先无甲讲好笑。伊本身呐、啊，本身伊咧，本身嘛吼，拢爱去轮值啦，参议员吼，啊，众议员吼。每一个人拢爱去州里内底爱轮一天啦。哦，啊，类似我等于我拢每个礼拜等于来遮咧上课，我算轮值嘛。哦，每礼拜我拢爱嘛吼、哦。啊，这就是要互伊这张相片，伊拄啊走去，伊出来讲走诶拄啊宜兰啦。宜蘭吼，咧值班的時啊，講這個是中醫師啦，哦，這個中醫師，伊啊伊甲講咧，講誒，咱這張身份證我會用你啊，啊，伊就趕緊伊我伫啊現場去辦身份證，哦，伊現場就來辦這個身份證啊，啊，所以講。伊本身，伊讲入去美国啦，
因迄团的哦，其他的人拢伫遐咧烫鞋啊啦，啊有咧剥皮带啦，检查较足厉害哦。好，咱即马安尼啦，咱即马已经啊，咱的同心甲咱哦，我技术接来，咱来来过来啊，阿姨，你讲报告一个时间、地点啊，甲使用的过程，好大家了解一下。好来。大家好，我何泽黄淑娇，因为我2014年的10月份去美国去上课，因为当时去的时候，我跟我妹妹两个拢去，因为我两个人坐无同款的航班，我是坐达美航空，伊是坐优越，因为我要通关的时阵，因为我入去的时候未记摕身份证回去，可是回来的时阵，我想起我有身份证，那未记摕何用？我才刚才摕身份证回去，那个通关人员他就拿我这个身份证。他在那个电脑上面扫描一下，结果他就还给我，他是双手这样鞠躬送给我，送还给我，我很感动，我想奇怪，我出入美国这一摆啊，拢唔捌拄到这么好的，安尼这恭敬送互还我。过来呢，伊给我另外行一边，另外一个通道，那另外一个通道我就很顺利的，也不用检查就顺利的过去了。那另外我的朋友呢，他在旁边。他在旁边在那边等很久，而且他们要通关的时候，那个外套、鞋子、衣服都要放，都要脱下来，放在那个黑盘子里面，他才可以通过。那人呢，也要站在另外一个旋转的那个扫描器上面，都要往上这样子。扫描过以后，他有时候不放心，他还拿一个棒子全身扫描过，才让你通关。所以你那个通关的仪式是蛮谨慎的，而且是。他很仔细的每一个地方都很检查过，可是我觉得说今天很特别，可以用那个身份证通关，甚至呢我也可以走特别的通道。后来我了解以后，他那个特别通道是因为是国内有那个官员或者特别任务的人才能走。哇，我感觉足幸足幸运的，因为我有台湾民政的这张身份证。啊，好受足侪人给我恭敬迄种感觉，因为我从来唔捌接受到讲摕双手还我。大概我来通关的时候，他就按那一手尔，他没有用双手。那一天呢，他真的是双手，而且是鞠躬还给我的时候，我足感动。我讲哇，我食到60外岁，去到国外，这摆是相当尊重啦。因为你定在国外出入的时候，咱台湾拢无人认，知影咱台湾，甚至吼人拢欠啦。我讲唔是，我是台湾人，可是无人知影咱台湾人。可是我们以后台湾原政府呢可以国际正常化，我足感动说。很感恩一长在这边，让我机会跟大家分享。谢谢你们，今天真的很有福报，还能够来到台湾民政府做这件事情。然后拥有这个身份证，我们可以去国外做备受礼遇。谢谢你们，谢谢大家。好，一个叫做黄淑娇吼，伊个足好嘞，伊去啊做宜兰呐，去值班呐，啊底下的情形哦，就这篇这张照片呐，啊你敢讲这张照片的来由好不？啊好好好，这张是我22号去宜兰，啊因为吼迄个中医师。伊讲啊，我是外国籍的人啊，我唔免办这身份证。我讲办这个身份证，甲你外国籍是无关系，因为这个身份证对你来讲吼，会当帮助咱的台湾，甚至乎咱的子孙有国际地位，会当正常化。啊，虽然你有外国籍啊，咱台湾囡仔你伫遮出世啊，恁阿公阿妈或者是恁家的人拢伫遮，是不是安尼？那你应该站出来替咱台湾做一件好事，唔才对。我讲吼，你的社会行这尼啊久啊，对吧？这个人，请这个对，那一位，他是中医师，而且呢，他是有好像印尼那边的那个国籍吧？他在国外已经有其他的国家的国籍。我讲咱台湾吼，就需要你这种人才啦。你少年人吼，应该要站出来。我讲我60外岁啊，我都你做这件代志啊，你应该出来吼帮助咱台湾，啊，让咱台湾吼民众有较紧的一种。对吧？啊，咱的福利，你嘛用
没有享享用嘛，对吧？哈，啊，过来你们帮助你其他的患者啊，其他的亲戚朋友啊，咩伊听你讲了，伊感觉嘿啊，这件代志有意义啊，伊就随甲恁的同心啊，另外一个哦边我徛在我边迄个同心，伊就赶去啊，对，那一位同心，伊就带伊去地政事务所遐，哈，地政事务所要去办那个啊，因的祖先的迄身份证迄个来证明啊，哦，啊，过来伊个去翕相。翕相翕好了，哎呀，相片就等因的朋友再去摕就好。所以摕回来了吼，伊就真的当场把那个身份证申请书啊都写好了。啊，唔知足欢喜咯，跟阮翕一张相啊。我一感动就是讲他听懂，因为国外满是假糟透透啊，伊知影咱台湾无人吼认同啦，甚至伊嘛无了解咱台湾吼有这个机会，通好咱家己以后能自治，啊，咱家己能管理咱家己。那又搁像澳洲啦、澳洲迄边的安尼吼，生活水准较悬。其实讲我台湾，我住一段时间，我也想要搬去澳洲啦，因为我感觉遐生活水准较好。啊，尾仔阮个训练师甲我讲，你唔是啊，你是台湾人，你啊对等下台湾帮助台湾才对。啊，无讲实，我十几年来，我拢伫美国满世界跳透透。我想讲，啊，咱台湾囡仔无互人甲咱注重，吼，无人甲咱尊重，咱囡仔也徛出来，唔是为着咱家己。咱予咱世界的人认同咱台湾，这何等的光荣！我也想到安尼想的时候，我讲应该出来做，帮助咱家己，帮助咱的子孙，予咱的地位正常化，甚至呢，咱能讲造福足侪咱的以后的人。我感觉讲这件代志足荣幸的啦，啊，感谢吼，张教授，给我这个机会来讲这咱做大代志。我袂啥样讲，我感觉是足感动，因为我会当徛来直接，我是真正很感恩啦。因为秘书长吼创造这个机会，予咱六十几年来，讲实在，有机会可以重新开始，是咱的福气啦，是咱的福气。哦，大家更加鼓掌一下。谢谢，谢谢。好，安尼吼，大家我安尼足清楚嘛吼，大家有信心嘛无？有。好，因为这拢实际上因个现身说法，啊，我着讲我袂乌白讲啊，哦啊，等下啊，着爱拜托，叫较少年呢，靠专业。来上课，啊！甲叫你的亲戚朋友拢来办身份证，啊！这是咧甲报福音福音。头拄啊，咱啊，这个黄石条的同心啊，伊呐讲，这拢是有福气的人才听会到嘛。啊，所以讲，恁有这个机会，你爱传这个福音，予恁的亲戚朋友弄来，安尼拜托，好啊，好，好，感恩啦，哈。好啊，这都搁予大家看卖，啊，这啊，宪兵司令部啊咧。这个图吼，因为当时都有日本青年来啦，啊，我有跟讲台湾的这个地位的问题吼，啊，拢有遮，所以我这拢是用请因吼思考这个问题啦，啊，咱这哪有影片呢？无，咱这个影片吼，这个吼，诶，影片算讲宪兵啦，甲连群的这个影片吼，给大家看这里。就在今天，大家要送走2012年了。不过，同样要告别的，还有联勤司令部以及惊险裁并的青辅会、体委会。联勤两天前降下了联勤之旗，而且唱了联勤军歌，大家依依不舍，说这军会上骆驼象征的钟情精神并不改变。中国共产党，联手的联勤，
晚降旗，联勤司令部最后一天，联勤之歌这一天最后传唱，官兵难掩不舍。66年来，大家非常努力，永远牢记，我们永远以联勤的一份子为荣为傲。萧介石拿了骆驼赠画，联勤的军徽骆驼象征忠勤卓朴，尽管编制走入历史，但骆驼精神永远不变。尤其联勤走过66个年头，研发出军方许多创意装备，白饭、麻婆豆腐、调理包，提供野外求生特殊口粮，还有国军最新移动式厨房野战炊事车，蒸煮炒炸2个小时中可以做出4菜1汤1饭，重点是300人份。不止联勤司令部裁并，2022年底告别的政府机关还有体委会、青辅会面临整并。也特别的谢谢各位同志，包括说总统大家的帮忙，谢谢大家。末代主委陈以真交棒前还到国民党中常会报告，2022年底体委会、青辅会、联勤等机关完成阶段性任务，走入历史，兑现部会精简支票。TVBS 新闻崔龙群、林尚群团报道。现今宪兵司令部委员来看看。宪兵司令部即将要并入陆军当中，但是在这当中呢，引起为傲的就是宪兵机车连也会被裁撤，但是引起了后备兼兵的不满，今天聚集在立法院要求国防部停止整个的裁撤动作。宪兵机车连往往是国庆阅兵最引人注目的队伍，不过在宪兵司令部裁并到陆军后，机车连裁撤，再也见不到宪兵机车队伍的英姿，这可引发国内后备宪兵不满。地军中以前是宪兵，三军的模范兵，社会的良民，您嫌我太坏啦，嫌我太坏，要把我删掉，后面面有很多好戏通看。我台南县绝对发动50台移民车来咱国防部抗争，抗争到底。我不晓得是不是国防部长大概嫌马英九先生的票太多了，把这两个部队消灭掉，然后这些票从此以后不要投给马英九。就连宪兵出身的前立委刘文雄都质疑宪兵裁撤将危及元首安全，这可让国防部官员脸色铁青，因为国防部瘦身裁撤宪兵在内的三个司令部早已经箭在弦上。纳入地面部队整合后，仍可维持指挥与任务的功能整体性，固有的传统仍可维持，后线组织亦可延续不坠。官员再三保证宪兵裁撤不影响勤务，但是包括总统府卫戍以及元首身边安全都得靠宪兵，贸然裁撤引发的连锁效应，国防部得谨慎面对。东森新闻崔瑞、钟家豪台。这大家都要他突然呢吼，甲连贯起来，恁大家想看卖，是唔是要走路啊？国防部吼，这个大行安尼个联系起来，就是这个问题。咱过来看金门的这个代志好了，来，好，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军事话题，媒体报道，金门县政府和国防部达成协议，针对有前线中前线之称的金门大胆岛、日胆岛等群岛，为了要发展观光，将会在3年之内撤军。对此，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强调中共没有放弃武力犯台之前，撤军呢只会引起民众的恐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反共抗战中有前线中的前线支撑的金门大胆岛、二胆岛等群岛，传出将在3年内撤军拼观光，对此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撤军基本上来讲，我想现阶段还不成熟，我们开放他，让他看看他捍卫我们领土的决心，这个才是更好的做法，而不是把军队撤掉。在中国还没有撤飞弹之前，为什么我们台湾要完全撤军？从大二胆撤军，这是非常离谱而且非常狂妄的一个做法。中共目前仍用1000多枚飞弹对准台湾。立委说，虽然台湾军力技术提升，可以从台湾本岛对中共进行反制，但大胆岛、二胆岛的政治意义不可失去。小岛的价值啊，其实不是在军事上，最重要还是在政治上。如果没有国军在这里了，他们晚上都不好睡啊，因为大陆渔民有时候很强悍，会直接上岛，不是用保全可以完全替代的。人民心理上会有恐惧感，我觉得还是要保存一部分的兵力。金门大胆岛、二胆岛撤军引发反弹，身为军事委员会召委林玉芳强调，
国防部不能一意孤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新唐人亚特电视陈文模成真，台湾台北报道。咱即马吼要来讲这个后勤司令部，以前就是联勤啦吼。这个吼，因为他有应该他有三年前，我有邀请叫我去审查因内底后勤司令部的等于迄个弹药吼，迄个库内底的处理的一些案件啦，因为我是工业工程委员会内底审核审查人员，哦，我是啊，我去到遐，看到因啦，我甲问因来甲阮接的，伊甲讲一个时间，因派车来甲阮载，哦，啊，甲阮载入去啊，这个所在因的营区内底吼。啊，我就问讲，请问，我记得我以前咧做兵迄个传情帽，拢迄个拢是国徽呢。这个传情帽啊，拢国徽。哎，即卖吼，唔是啦，伊一粒花就是迄粒梅仔花，啊，那是三瓣呢，就迄三瓣。我甲问讲，啊，恁即卖哪会改安呢？吼，那也安尼，唔是这个国徽，伊讲唔是啊，即马改啦，即马是啥？这个，所以我才知影讲，迄阵啊，那未了解讲，因确实伫咧撤掉啊。吼，啊，我以前我甲要求讲，你叫阮去审查，我若要来去看实际诶迄个。迄、那个火的弹药库的迄个处理的所在，我爱因就甲安排。伫原早，你要做开会啊，伫伊的总部，伫迄个南港，要唔在迄松山这边啦？那应该是我伫迄昆怎怎昆阳站遐啦，吼。啊！要阮去台看呢，阮去高雄大迄、那个做啥？大寮甲大树遐啦，伊迄个做咧测这个弹药吼，咧等于咧听迄个所在吼，伊惊会爆炸吼，啊！阮就去遐看啊，了解啊，才会提出来补充讲，迄、那个时阵啊。因根本就这个花吼，甲头拄啊，咱所看到这个花都拢未使用啊嘛，所以因才换这个阶级啦，这个传情帽吼，啊，这个阶级，啊，这话是好，佮补充，互大家了解一下安尼吼。啊，咱。即嘛，这我看，这应该大家话足清楚吼。安保条约啊，因为台湾是日本天皇的，所以啊，美国甲日本所签的安保条约啦，那是包括啊，钓鱼台。台湾朋友，这就是钓鱼台，那是台湾的啊。所以美国啊，奥巴马前头讲啊，哦啊，这就是要好。伊唔是讲是台湾的啊，实际上就是啊，钓鱼台美国那是表态哦。即马讲日本有管辖权啦，啊。啊，伊迄个那是属于台湾的钓鱼台的主权，还是
所以啊，当然是天皇的。哦，啊，这我好大家知影这里，这我足清楚。啊，最近吼、哦，啊，美国太空总署啊，翕一张，为太空翕一张暗示的吼、哦，咱台湾的地图，你唔知道有看过无？啊，无看到嘛吼、哦？啊，那有看到啊？大致差不多安尼啦。然后看到的人，你去想一想看吼、哦。那个美国的晚上吼，因为伊来安尼咧，家根本拢有灯光嘛，拢有灯光嘛，啊这边家拢无嘛，啊所以讲，翕一直翕落来，暗时翕的，美国太空总署所翕的台湾暗时的灯光哦，真啊足亮的吼，啊这就是讲要甲大家讲，实在。大家吼、哦，啊，你那是基督教的，你就祈祷；啊，你那是佛教的，啊，你就念普门品回向给台湾。哦，啊，这给台湾这块土地较光亮，啊，实在是哦，这出来你看。有出来，安尼有成啊，无成，啊，都甲迄个时阵同款嘛。哦，啊，这大家我也使很清楚吼、哦。真的，咱台湾是足光丽吼，啊，我足水丽吼。天佑台湾啦、啊！哦，这是天佑台湾。哦，啊，咱起码啊。要过来，这应该拢同款啦吼。啊，这就是讲4月1号是啥物节？讲骗人节嘛吼。啊，伊那要定4月1号，所以用思想来甲咱。控制说啊，这4月1号都没诶，没遵循的啦，没影的啦，所以这个四月一号才会安尼啦吼。啊，过来讲诶，光复节是啥物？这也光复节讲12月啊，唔系讲10月的啊，2号啦是光复节啦。光复节干么？这个光复节？根本无啦！伊迄阵啊，来你看这拢是美国的国旗呢。啊，讲因来接收啊，讲创光复节啦，这就是安怎你知？咱吼拢受骗啦。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来轰炸台湾，啊，不派蒋中正来接收，伊是咱的敌人呢。伊是咱的敌人呢，乃讲光复，讲啊，你们都是我们的同胞啊，你们是回归祖国啊，大家讲啊，同胞啊，无来请愿，哎，机关枪夹的，你们是战败国的子民，一定要接受命令。那唔知啊，甲咱骗啊，用光复节甲咱骗啊，啊，唔知会死遐济人。啊！你若讲咱是战败国，因个规定落来，你都要遵守。世界上28事件，世界上没有人，无多少国家提出来反抗的。伊甲咱改国籍的，啊，都有反抗啊！啊，所以讲，这都要予大家了解啦。啊，因为。你看咱这个企业会得入去，大家若有兴趣啊，高级班上上的，你就有资格明年这个时间过来拜天王，安尼好啊，好，好，安尼感恩啦。咱最后拜托两件代志，第一就是叫较少年的
靠专业的来授训，第二来叫大家来办身份证。今日就到这，感谢大家，感谢。